我既然带好拄着啊，我甲钟俊的家宴，你嘛做伙来大家热闹一下嘛。我想，伊应该嘛就愿意参加吼。是啊，我比任何人，搁希望伊过了幸福，因为安尼我会做了就咱较少的，好无嘛会当增加。 希望来世会当过了更加好。呸呸呸呸呸！什么来世啊？你的好报甲林子彤过了安怎一点仔关系拢无？是讲我嘛无差啦，恁爱结婚，恁就去结婚啊，甲我一点仔底底拢无。想要骗阿爸，免少想啊啦。思明姐。 这段时间，你一个人伫咧外口生活，大家拢足烦恼哩，嘛足关心你诶。过去，你是一个备受宠爱诶小公主。假使你若是愿意搬倒来厝诶住，你一定会过甲较早共款诶生活啊。我想慢条，我嘛是安尼想诶啊。你搬倒来厝诶住好无？阮万家是万家，恁地家是地家。 咱个人过个人的生活，安尼敢毋好？好啦，那安尼，阮就无免敬你啊。啊，毋过我只是爱互你知影，阮拢足感谢你斗三工，甲蒋永泉迄条婚收起来，互伊花好希望拢转去。迄是一定爱啊，啊若无，凭恁遮的人，是要安怎甲即只有毒的鬼相打？一定爱我出马。 江道成在中外界，看伊失去江永团的时阵，迄种痛苦的模样，我真正是愈看愈欢喜。啊，不过这还阁无够，嘛还袂煞。我要豆豆啊修理伊，我要让伊活在每一分钟，都敢在地下受折磨。咦？ 你看，欺负你的人拢无好下场的。妈，我拜托你较控制的啦，莫互别人感觉你神经无正常。若无，阿祖阿哥林子彤因，若是因为烦恼你，佮你关去疗养院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我袂甲恁讲啊，我袂转啊。妈。 你袂记你有啥物件来哦？这物件我无要爱啊，你帮我摕去当掉。这啥？ 这就贵重的呢。哦，是哦。较早阮万家还佫真有钱的时阵，我要来要予伊伫婚礼上会当挂啦。象征伊伫结婚进前是小公主，结婚了后伊是女王，永远予人惜命命。妈。 竟然连我拢唔知影有这个物件，你是唔是糊涂啊？才无提出来好哇？我唔是因为糊涂才无提出来，是阮莹莹无出台啦，其实也得了开封，我真无欢喜，所以我就无提出来啦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后来我就袂记得啊。 啊，本来想讲进前，伊会当赶紧离婚改嫁，阁有机会会当用到这个物件。啊，毋过头拄仔银行敲电话甲我讲，保险箱的时间已经到期啊，所以我就去开保险箱，才想想想到，还阁有这物件啦。嗯，非得伊伫咧短时间内底嘛无想要结婚，啊，这个物件我嘛无想要爱啊。你若要爱，你提起啦。
我会好好珍惜的。我无爱的物件，你竟然收到这么欢喜？无彩的进前，阁是医美集团的千金呢。哎呀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你要处理哦，嘛好啊，那呢哦，我嘛较轻松啊。哎，好啦啦，我要跟你开讲啊，我有个代志要无用，我先来走。诗明姐，你还讲有啥物话要讲？我还未甲你说多谢嘞，多谢你给我的祝福，有你这个阿姊给我的祝福甲疼惜，我真正感觉足欢喜的。大家都爱你，你赶紧跑回来住好不好？哎呦，你是去予地上王家念着啊？规家伙啊，拢爱来佚佗。恁讲遮的话，敢讲拢袂感觉恶心哦？啊，好啊啦，我不爱搁听啦，我着搁继续听恁讲这种话哦。我想要吐啊！好啊啦，来走。伯爷，爱你哦。好啊啦，你去啦，我去也不回啊。爱你爱你爱不完哦。好啊啦，你就挑够严呢。其实今仔日我伫咧婚纱店的时阵，有去拄着诗敏姐啊。嗯。真是哦。啊，你是安怎无叫伊转来啦？哪会无啦？自从对伊讲的话吼，连我徛伫边仔，我拢好感动着。结果也是唔肯转来。唉，这诗敏姐个性吼，嘛是稍微固执啦吼。Boss 啊，苏文姐啊，我有派人暗中甲保护了。那有啥物临时状况，也随我通知。好啦，安尼好，平安就好。妈，你看，这是姐阿送给我的结婚礼物，我即马甲挂起来，安尼就会当当做伊人嘛伫遮同款啊。阮梓潼够水的。哦，迄看起来足贵重的款。面子的公平啦。啊，明明伊的心肝内有力，啊，不过伊就是唔肯转来。好啦，莫艰苦啦。其实我是咧想，新敏应该是认为讲，伊即马是工作上的目标，今日拖累你，所以哦，才会甲恁大家撒到安尼狠狠狠。是的啦，我是我到即马也无法度完全掌握金光处。无问题，只好解决啦。大家，莫要真个艰苦。哎，你这戆囡仔嘞，唔是甲你讲过啊，莫遐尼啊自责。你嘛知啊，要完成任务，无可能靠你一个人就发到的啦。啊，不过我感觉，完成任务迄天，唔免等伤久啊。阿哥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已经完全参透一本乌色啊？参透是无啦。啊！不过迄天，咱甲影团身躯顶迄条工作上的分配收入要乌切电话了后，我有感应到，乌切有转变。所以无你到真正像阮爸所讲的安尼，有一天乌切变白色。Friend， 这个 Friend 像。请你唔当怀疑这个讯息，马上无声无息去后背听看卖，还有对恁不利的物件。是啊，我有朋友要送礼给我，我先去看卖哈。哦，来来来，大家别客气啊，亚弟啊，加菜啊。子彤。将军还没有回来啊！我陈秋万母子同款在那哭哭哭。啊，我分开这么久啊，当然想要珍惜到底的每一分每一秒嘛。来，加油，加油！透早有来遮运动，我会记咧草坪做真济啊，是当上我甲安尼啊。
定是炸弹。定时炸弹啊！怎么过已经都在爆炸？我袂当互领导下个不过的人受到灾殃，所以才会骑车要甲炸弹登去无人的所在啊！啊，安尼受过危险嘛啦？哪来这样人在度？爸是专家，无我今日去支援你好不好？袂赴啊，这个炸弹做好杂的，也唔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想到一个适合的所在啊！我知影你讲的迄个海边啊，啊唔过这样电视计是挂袂赴的啦！哎，一定会赴。老婆，你放心啦，为着你甲囡仔，我一定变过机关。等下就随便安尼找你哦，哈，先安尼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你一定要拼命，一定要拼命。